老板这边的鱼好不好钓啊？不好钓，不好钓，不好钓啊，不好钓。哎，他们当地的人钓了些什么鱼呢？当地就青蛙啊，当地小青蛙不好钓的。哦，鲤鱼啊，草鱼啊，蚕丝鱼。哦，就是都看钓蚕丝鱼。待会要不给钓条鱼起来啊？真的，钓条鱼起来送送给你啊！真的，组长，我们是钓鱼高手啊！待会我一定会给你拿了一条鱼起来送给你啊！哎，好，那我们先走了，是吧？这个到处钓鱼啊！不好钓，就钓条起来给你试试啊！因为这条河里面我感觉到有青蛙鱼啊，我一个月钓一条多少条？你放心啊，你放心，待会我们给你钓上去。我期待哟。好的，啊，一会儿我们吃掉啊。好的啊，这个我们刚刚通过了解呢，啊，这里是好像还是有鱼的哈。我已经看到好多的小餐条啊，在上面这个浮起来啊，在抢食上面的这种树上面的果实啊，落下来的这种小什么果实啊，这些啊，餐条是很多，不知道到底有没有鱼了啊？待会儿，要不还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啊，一个肉米啊，然后还是老规矩哈，腰果谷麦啊，咱们首先就把这个嫩玉米的剥开，削出来就够了啊。不一定要小很多，然后我们就是开一包我们自己的腰果谷麦哈，大概开个三分之一包不够了吧，把它搅拌均匀，待会我们就马上开始打窝。这个钓位呢离我们有十几米远，我们就要用打窝勺了啊，我们要用打窝勺了啊。好的啊，我们的打窝呢就完成了啊，待会我们拭目以待啊，马上把杆子撑出来啊，进入战斗状态啊。这是个餐条啊，餐条很餐具啊。这种黑纹，哦，还来一颗花，中了啊！不知道是什么啊，估计是一个餐条，还是餐条，没有什么力度，应该不是，餐条。不断有长条来骚扰，好大一批啊！连续中长条啊，两三条啊！进了长条的王国了，长条的王国啊！好离谱啊！全是这种尖嘴猴塞的，细长。刚刚由于这个长条比较有点绕窝啊，所以说这个腰部呢，马上要进行一下转变，咱们就用咱们刚刚打窝谷麦啊。拆一点里面的这个老玉米啊，因为我们谷麦里面有这个老玉米啊，我们用这个老玉米来挂钩呢啊，它可以防止穿条啊这个抢食啊，因为它的颗粒比较大，我们这个老玉米的穿钩呢，就是直接把这个老玉米啊穿一点皮啊，然后把它直接把这个顶出啊，顶到这个钩柄上面就 OK 了啊，只要抛竿这个抛掉啊，尽量的把这个钩尖露出来。现在我们马上试一试我们的老玉米啊，这个挂钩入水的效果，看能不能够钓一条青蛙鱼起来啊，让老板也赏赏鲜啊，要不然他会笑话我们，说我们这个钓鱼高手钓不到鱼啊。是不是？啊？这应该是青蛙呀。哎呦，等你等的好辛苦啊！这个有口福了啊！这个终于有口福了哈！今天的第一条啊，这个串的有点凶了，做了一个变化，三条换了一个我们的谷麦粒啊，换了一个谷麦粒啊，就马上就是中大鱼了啊！哎呀，这个等的好辛苦，这个不大啊，应该不大啊，应该不大啊，从力度来说啊，现身现身啊，来吧来吧来吧啊，现身现身啊。
平均左右的，平均算是有的。终于来了，终于来了哈，很漂亮啊，这个柳叶青这个是，终于又见青波鱼了。这大梁终于看到了啊，漂不漂亮这个鱼？啊，嗯，阿姨阿姨啊。有点像哦，中了，中了，不行，这个他妈的，这个鱼是突然之间这个鱼就中了，对，这个我大概我上面两位大哥都看到了，他们都看到了，然后这个鱼啊，我估计是个鲤鱼啊，我估计是个鲤鱼，啊没看到啊，我都没看到漂下，我突然间接个电话回来了。回来这边就中鱼了哈，对，啊，好快这个，哦，真的啊，这个大哥也看到了，嗯，刚刚他来看我们这种钓鱼，啊，这样是哦，这个鱼有点凶啊，太快了哈，这个，啊，因为我们这个窝子下去之后呢，它一定会过来的啊，估计周围是个青蛙啊。我估计搜索现在好像有点像鲤鱼啊，有点像鲤鱼啊，有点像鲤鱼。我上面靠一点，站在你那个石头，我来往上面，往上面这个移动一下啊。过来这个条件是什么了？对，过来，过来之后，这个第一个就是这边就是马上把那个漂亮啊拉浅一点，可能就是在3米5左右啊，3米5左右这边直接让它去贴石头，因为这边的上游没有水下来，我估计是个鲤鱼啊。说个鲤鱼，这边把它拉离石头就可以了哈。这个这河边呢有这个防洪的这个网，我怕都卡住啊。现在让它消耗一会儿，让它消耗一会儿。这个我估计是个鲤鱼啊，是个鲤鱼啊。这个变化主要是不要钓得太深啊，让它去直接去靠那个石头啊。这冲起来的这个我们还没看到鱼啊，估计是个鲤鱼啊，不知道是鲤鱼还是青波啊，但是青波的话至少都超2斤了啊，这个鱼。看来通过我们的这个观察，我们的这个腰果骨脉啊，对它是有效果的哈。啊，是个青波，是个青波啊，1斤左右的这个啊，1-2斤的这个青波。好，我们拉过来把它安全的骑上来啊。两斤是有的啊，青波啊，过来了哈。这个速度是很快的哈，虽然啊，这个老板说这里的鱼不好钓啊，但是咱们用咱们的这个骨脉呢，和了一点嫩玉米啊，是可以完全可以解决问题的哈。针对这种野钓的环境啊，咱们是完全可以把这个鱼拿捏起来啊。那周围的钓友啊，这么多啊，居然都没有钓到鱼，一共是钓了2条吧，啊，还是很漂亮啊。待会我们就去把这些鱼呢送给老板啊。一会儿我们让老板心满意足的啊，这个一定要让他满意啊。我们承诺给老板的这个鱼呢，我们就给他提过去了啊。啊，老板你好，我就给你了啊。好，这个很漂亮啊，这条青波鱼啊，这个鱼来说扛不住啊，不好几条，已经算比较好的了哈。对，我们家有个青鱼，用我们普通卖啊，现在小的鱼钓都是我们钓都长很小，钓的呀，这个很小，哦，钓的很小啊。我们家的鱼是低钓，就是不好钓。我开始我就跟你说，让我们是钓鱼高手。拿都钓起来，哎，啊，赶紧，有钓友啊，过来这个直射啊，这些都可以，哎，很方便啊，又能煮酒，这个到时候又可以做，又可以这个吃饭，对，很方便的，我们看一下啊，好，很漂亮啊，他们的这个地方干干净净的，下次一定要来找你跟我约会的话，对，好，绝对约会，好，我们就来吃饭，好，我们就走了。